我是公关列车长，那2011年6月25号，那个圆山，台北圆山花博公园，9:38。我所拍摄是它有一架华信航空。由澎湖马公机场飞往台北松安机场的 ATR-700 型螺桨客机 A1362 啊，班次 A1362，然后编号是 B16857，然后在我这边前方降那个下降的，对吧？因为原山花博顶我看得到下降，啊，双安机场在右边。我等下等，还要等一下。来来了，耶、华信航空 ATR-700 型螺旋客机降落了，下降了，拜拜！罗小明跟马仔们多多点我们的以及观看朋友支持，再见，拜拜！超感动的对吧？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！罗小明跟马仔们多多点我们的支持，再见。